好喂，你个好喂，你个好喂，五八，不计啊啦，见死就死就这个，见死就死就这个，包来，加九八，九八你个好人呢啊，加九八，但我们无加八了，上人家，八十变加，系啊，但我们也无会无三八了，都几上人家啦，来，开过去啊，玩好玩好啊，这百万真系，这百万变加九，就就刚刚中的命，这百万真系，而且这人，你晓得。你今摆起落就百八，而且还不得爆了。你爷啊，苗栗做事情也较无啦，有问号。人咧搞门诶，各位啊。你也无人，你做工会咧，你搞咧，看水。哦哦。哎，你摆起来。广告讲好，等于是一粒。摆起啊。我等于像你讲，就一粒。摆。我一粒就未少我啦，你讲在你大间工作啦，那你把包来啦。好漂亮！我挂那边，挂那边波浪了，波浪。来，龙珠在吃不？来啦，龙珠剩几下尔啦，太紧来啦，来等一下。恁会晓吃啊？袂晓吃啊？在阮头家头带卖两百个呢。伊讲在我卖啊，一百块落啊，一百块。无啊，啊无恁要食啥？泉州店家尔。一百块啊，这啦，还给我啊？对啊。嘿哦，那我卖落去会掏出来。哈哈哈哈哈。无鸡块，有两个鸡块来。来啦，两地来，四地来，六地来，八地来，十地来，十二地来，两百块。有啊，有两个鸡腿排哦，两百块，十二地。来，四地来，六地来，八地来，十地来。十二袋来，来两百块。十二袋两百嘞，啊，小小小家庭啊，吃袂完嘞。来六袋一百块，六袋一百块足胖的哦，一百块。哇，啊，无你要吃啥物？哎，啊，你会吃几阿袋阿袂？太贵哦。哇跳！海蒂姆，叫伊出来啦！叫伊出来！哈哈哈！哈哈！
我真正袂晓买呢。啊，青菜啊。啊，人对恁青菜买呢，青菜也袂买。一杯130，两杯200啦。无法度啊你。放啊。系啊，放啊。五百。你要买五百？哎，买五百。你今天要办队哦，我要去哦。啊？哎，我可以进龙。今天要办队。要谁家去啊？跟你啦，100万哦，有两株过来啊，大是小杂，那是小杂，大红株，大红株。大龙珠啊，因为吹啊，大尾啊，帮我把账单到600个。
说这个？对啊。龙珠就是鱿鱼嘴。我懂了。很大只那一个。好大一个，不好意思哦。你外面如果海产店吃这一盘要500吧，不像。不过你要自己煮啊。很妙哎，这桂花，陈桂花的妹妹，所以是陈桂，陈桂妹。来找450。糯米糟，糯米糟，我怕受不了了，要吃饭休息了。我看看。这个糖外面一包。我等一下去慢慢吃，慢慢吃饭。这边青山，隔壁卖水果太清淡了。好，师傅。还有450还有大包啊。来来来，4-5-3，开锅上水就没拿给，还记得哦。哦。春节没拿给啊？没得个两搞记得，没得两外口上山来搞。春节那个50就好了，50就好了。哦，他团从不进行。他团都不进行，好、哦，结标了，都结标好没？啊，都到时结标好不？啊，你这，你嘛被卖完了嘞？啊，你嘛存家呢？哎，嘛存家。哦。哦，结束。来，你们再拿多台，你们再拿多台，你们再拿多台。好，拿多台，拿多台。好，拿帮这个。我不被菜刀啦，妈，我摸不开。来来来。你卖的话，我叫人来，叫我叫人来。进来进来啊，来啊！来，进来给老菜头哦。两公斤，我扎在个厝哦，我老母子来哦。有人要买进来哦。哦，进来啊，进来啊。我老母子来哦。对啊。来进来哦。进来啊。哦。这摊也剩一点点了，进来啦。剩一点点而已。今晚你来现场哦，你绝对上好的，进来。来来来来，哦，我们带头回去，我们带头回去抓了，哦，我们带头。我怕都 OK 啦，唔免啦。你们做人几条头啊？几条怎么样？哦，要怎么样哈？哦，来来来，哦，安尼干净，哦，要怎么样？安尼干净，哦，我拿一个菜头回去。哦哦，哎呀，那个捡到的哦，不是买的，捡到的哦，哦，路边摊捡的哦，哦，来50啊，150。下次来哦，这边你把它清摊好，下次你来大鱼，我这就顺便把它清摊。无，还未了咩？炒蛋我炒一只，炒鱼无啊？哦，安静嘞，来来来，从蛋来啊啦，我就后尾啊，甲你捡。50
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那我打的，哇，健康啦，健康。哦，做啊，你好，健康，人也安尼，看下看下，安尼嘛，看下。哦，哎，来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哦，这样嘛，要等下就够啊。你得吹大哦。哦，哦，超大两个，三厘米管吼，一天喝，嘿，两万CC的水，两万CC的水，哦，对，哦，哦，喝到都水肿吼，今天老板，下礼拜天。再来继续买鱼吼，阿蔡爱搞关节吼，好朋友蔡阿搞关节。隔壁是大亲戚的啦。哎，哦，记得哦，吼，下礼拜见，吼 ，OK， 好，今天好好待。好，我这样好，我这样嘛，今天啊，吼，被客人，吼，被客人，吼，被客人，你罗列到吼，都失身了，哎，好，地上红色的是番茄哦。番茄，还有一个恒春的洋葱，最左边还有芋头啦，假鲜的芋头，我过去给你们看。来，这里啊，一百六五十块啊，无我就直接从三个啊。来，姐，你啊，下礼拜见喽。OK， 这样看清楚了哈，下次还记得清盘啊，两边都把它清光光，清光光。好，两摊全部进行好哈。哎，下次再见。好 ，OK。好，我要去收机器了哦，那都休息了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下次你健康多少天？拜拜。什么？哎，阿姐，你要跟我一样呀？我准备要收机器了，我去一下，我去车站，我去车站，你们再聊一下。然后还没按赞的帮我按一按哦，还没按赞的帮我按一按。现在太阳很大，我看不到你们讲什么哦。今天还好啊，今天已经到十点了，今天算晚的，今天卖的比较晚，少了一个海王子，速度有稍微慢一点，大概晚二十分钟。那等一下我进车站我就不能这么大声讲话了，等一下我进车站就不能这么大声讲话了。哇，要关播了哦。拜拜。